中原的庙宇相当气派，这是位于台南将军区马沙沟观音岩，将在三月十二号来举办第一届南海佛祖杯歌手比赛。因为这届吼，这个马沙沟这个观音岩吼举办这届歌手比赛吼，唯一的目的啦吼，就是讲提倡吼，咱都一挂地方这娱乐，吼我这届算讲观音岩的第一届诶，这个歌手比赛。日后我相信啦吼，若是办了都安尼，会当真顺畅的时阵哦，后壁会当来举办较大吼。庙方人员表示，首次举办南海佛祖杯歌手比赛，分组长青组甲社青组两组，自初赛到决赛，最后选出前十名，会有8000块到1000块的奖金甲奖杯。每一位参赛者同时阁有一份精美的伴手礼。咱第一届要来举办这个歌手比赛，啊来以分家人啦吼。以分家人，就是讲分林家与台南这方面，而且啊爱好歌唱的，拢会带来这个共享盛举，而且呢奖金嘛非常非常的丰富，一名有一位，啊二名有两位，啊三名有三位，啊四名有四位，啊后边面就是咱啊第五名的这个。啊！入决赛的过程，拢会当得奖、得奖金，啊，嘛有一个伴手礼，予咱大家早等于做纪念。歌手比赛参加的对象，伊着分嘉南地区爱好歌唱的人士，名额有计是100名，评审会着声音的音色、服装等等来评分，欢迎有意愿的民众踊跃报名。另外，要刷到这个所在，因有真济地方的特色菜味，嘛真适合观光客来这来走访。南海佛祖杯歌唱比赛，欢迎大家来报名。南台新闻关心副将军蔡洋报道。